由 Stan Sir 同 KK Missy 带你进入野生动物园，追踪园区内动物与科普之谜，走访保育员的工作真面目，从了解大熊猫、树熊及科莫多龙，认识国家级保育成就。培育大熊猫三胞胎到底有几困难？要攻破呢三大难题，需要超有耐心及高超嘅保育技术。树熊天生只食一种叶，树熊系世界上唯一一种净系食尤加利叶嘅哺乳类动物。科莫多龙有毒液，科莫多龙口腔入边除咗有一条水液线，仲有一条毒液线。一起从保育学习 STEM 知识。最重要咧就系咧运用创意思维咧去研究咧新嘅保育方案啦。保育由 STEM 开始，至陆上动物篇，闹亮现已上架。